小马，你认识杨子怡吗？有，因为刚刚那个有介绍，对，我们许可说他们很帅的这样子，就这样，他不知道他是电视圈的人，有演过电影，有吗？我有演过电视电影，什么？公式，不是公式，那你看他做人的，很多人都认为，你看做人的，未来的什么？那个是跟宪哥一起，吴宗宪导的那个，哦，那不算电视电影啦，啊，对，那个是很专业，怪剧，对不对？对，五味他，人家都应该也不认识他嘛，哈，所以他的主要节目其实是外景节目，外景节目世界第一的，那个节目的就是叫。 到处走的那种，就是吃很多怪东西吗？对，是我们主要是比较走行脚综艺类，就是发掘一些当地非常特别的东西。就是之前是小马主持的吗？有，现在马哥是跟我一起轮流的，对，我们交替出去的。那这样他不会不开心吗？就本来是他独当一面的节目，现在要分给你一半。因为之前他在演舞台剧，然后他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抽不过。不过那一类行脚节目其实都培养出一些。 偶像剧的主角啊，像明道他们都是从那个出来的，所以杨子怡将来应该也会有希望。不过在学校的时候，是他先觉得你是美女，还是你先觉得她是帅哥的？应该是你先觉得我是美女。哎，基本上我敢讲，哎，好敢讲，基本上全班都觉得你是美女。真的吗？奇怪，那是我瞎了吗？你们是觉得我是正常人吗？因为许可是美女，不是，而且我很想问的是，你们是原来的女同学条件太糟吗？可是。 我们检查照片，照片里有没有？很正啊，正翻了。我觉得右下角那个只露一张脸的很漂亮啊。后面那个那是因为他没有做正啊。右下角那个很漂亮，哦，那个也很漂亮啊。他后面那个也不错。许可背后那个很漂亮，像李依晨的那个很漂亮。很漂亮。还有，其实连那个在上面一点那个也很不错啊。对，其实左上方那个男的也蛮特别的。哪里好看啊？你看他，我也不觉得你那边呢。 如果以这张照片看，许可没有很灵。我觉得戏剧系已经厌倦。今天这一集啊，我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问号。因为首先许可一直说自己是美女，然后后来范瑞君又说，对我们班有很多美女，我也是美女。是真的吗？就是因为看了范瑞君，范瑞君怎么样就不可能会请到美女吧？你顶多说她很会演戏。是啊，哎，我帮他平反，我帮他平反。天儿啊。 我其实以前就以前看过范瑞君，哦，算了，我不要讲了。哎呀，不要讲了，把这个照片弄出来。哎，我是美女，我是美女。讲完，而且你知道，好像照片里面还有一个人呢，很眼熟哎，是周星凌吗？是啊，怎么好认？他怎么那么黑？他很蜡黄哦，蜡片不好，因为照片十几年了，好像有点体贴一下哦。出来，你们两个都是灰的哎。 你们体贴一下好不好？十几年的照片，你相信什么样？她是蜡黄肌吗？黑脚，黑脚。哎，钟欣怡后来变得很可爱耶。没有，你是美白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光的问题。对，上次我们在练啦啦队都有晒黑。就算是晒黑，小 S 生气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在你不在学校里，有各式各样的美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断掉了，我要听。啊，OK。我们回归到那个，我真的很早以前。 看过范瑞娟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这就是一个混血美女啊！因为她就很有型，然后感觉有一点混台北跟花莲。不是因为你看她的嘴巴，你看她嘴巴什么，她其实有一种性格。嘴巴就大啊！你不懂，艾杰丽娜·裘丽，你懂不懂？以前那个时候班上说她像徐仲威。 谁？以前的 BJ，以前的歌手很红，对，而且他是长得很有个性的，还有山口百惠，这张照片可以平反一下吧 ？OK， 终于，哎，是旁边的正中央那位，你把自己弄白了，对，哪有什么把自己弄白了，本来就是那样子。好了，我承认这张照片还有可看度啦。对啊，后面那个光头是谁啊？教授，教授，我要反应一下，更白。 所以大家其实第一印象都没有，都不一定很好。像小马 Leo 跟 Eason 里面 ，Leo 跟 Eason 都同时觉得小马就是一个乡下人。对啊，但我们是住花莲市啊，他住太鲁阁旁边的村落。哎，你们在花莲的话歧视村落，对，很奇怪。
歧视一下。台湾这么小，他还互相歧视。小马当时入学的时候，有感受到这些都市同学的眼光吗？其实有啦，因为我会突然觉得说，哎，这国中好大，那种感觉。然后他们言语中会带刺吗？会啊，因为他们会说，哎，我名义国小。没有，例如说他迟到，老师怪他说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迟到？我就说，哎，老师不要怪他，刚从泰鲁阁走路过来，所以要发很过分。我还远到手，感情不好。哎，里面那个，我只看到一个人额头很宽广哎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哪一个？最左边那个蓝 T 恤的。哇！你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这是额头吗？他是不是？是额头。然后穿着那个灰色反光的外套的那个人是小马。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，我为什么要套那一件？因为耍帅。你为什么要那件外套？就是耍帅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帮派叫做三口组，对，然后我们就那这是在拍宣传照，对，这摄影棚哦，这里有六个人啊，对啊对啊，就是不是三口组吗？就是一个组织啊，这不是三，哦不是三啊，三口组这样。OK， 你有没有发现你模仿我以后，我就没有办法拍画给你了？因为我本人在这里，所以我不知道要拍什么画给你。对，没关系啊，我负责笑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对对。等你笑得开，你好。带纪念册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大家求学期间拍的那个，好像一定要拍正面的严肃的照片，对，对不对？大头照。所以你觉得 Eason 在求学期间怎么样？好学生的样子，国中哎，好没有灵魂哦，认不出来啊，你完全不一样，他那时候还加入童子军，因为童军就是好宝宝，应该是篮球队才会吧？对，所以三位当中有人是篮球队，我参加过，我也是，你不算，因为他是半途而废的 ，OK， 他半途，所以 Leo 是风云人物，是不是在学校？也对，对啊，害羞哎。不爱念书，他上课唯一件事情就是跟那个女生传小本本，传小本本。你每到这边都好抢眼哦，是不是？就是大家皇上阿哥，真的很像韦小宝来到现代哎。我现在懂他的心情了，就是这额头很让人困扰哎。对，因为好像强调太多戏了。对，因为你明明有五官，可是为什么我的原调都来做额头就好？你不是应该在上面画一些东西，让他不要那么空吗？看起来好像不像同班呢，可以点六个那个戒疤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这样的外形会成为风云人物？因为长得高吧。哦，对啊。然后才华主要展现在哪些方面？画画，因为画画哪会变英雄？哎，会，你跟女生传那个小本本啊，都要画一些 Hello Kitty 啊，有的对对对，女生就很可爱。有一次我就很不服气，因为我是篮球队的，照理讲应该是所有女生目光应该在篮球队身上，对对对。所以有一次午休的时候，我就把全班的人都叫醒，我说：“哎，亮帅，我们现在来 PK 一下，我要班上女生投票，看我跟你谁比较帅这样子。”结果后来谁赢？但是我啊，我输了。你们班就是只有人帅。他哪来的狗胆，竟然敢挑战我？你们现在 circus 帅的人是谁 ？Eason 跟 Kid 吧。对啊。我没办法站起来。不过他人气冲天。他被这样毁掉我的事业。我现在想要很多，我就再演个美女，我可以。我就留他们耍宝的长才就好。温乐狗大赛许可，判点小马豁出去了。七个人当中，你只通过那个杨子怡是帅哥，是不是？杨子怡算还不错，我也不错吧？你不行啊！然后这两个你都不通过，严嘉乐你也不通过，是因为年纪太大。因为严嘉乐刚才有小小的加一句说：“我也是班上的。”真的，我刚才就很火到，就不想接那个。谢谢哥。所以你们班就是。